三百块有买无？海龟子有啊吗？你存车了吗？阿姐，你拿吼，无买你甲买一份当个，你甲去全年买半条菜龟，甲南菜龟落去煮，试食看嘛。逐工都抢了了，恁无买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一百咯。来，你买一包试食看。一百块试试看看，一百块试食看看，绝对无你浪费个一包。一百块绝对无你浪费个一包咯。一百块咯，一百块。抢了了。有啦，是啊，你钱拼出来就有啊，无？甲拼起来，保证你着，我当然一直拼。啊，好，你摕一只，摕一只旅游去，才有可能有预算，啊，差不多应该是两包给我啊。来百五咯。不能弄啊，我得去咯，是的，百五你处理你的咯。来，你挂一只旅游去。你敢有超载敢有风？你敢有要食鱼翅？我你敢要食鱼翅哦？我把你接的。你无要食鱼翅哦？谁爱无爱食鱼翅？过年到，你无爱食这鱼翅？阿妈讲我袂了。几多人？几多？排斥十粒的，十粒的，十粒的，该看该看，紧的，紧好啊，是的，紧好。赶时间了，我今日物件煞济，我紧货。吃，你若是餐厅食到煞3000以上。3000以上哦，除非只十类，我现在叫十类，因为一袋倒就是十个人。正常这饭桌安怎用？一个碗用十个碗。这包我先甲恁教面安怎煮啦，介绍咱先卖讲啊。麻烦这包倒来帮我控我收，用我收。这包高汤先甲我用我收。只要鱼翅烧水甲我过者，安尼就好啊。吼、哦，然后烧水过者，你摕者恁家上水迄落，迄叫啥？迄咩讲？肥啊！你摕一只水的肥啊！你把这高汤拢倒落肥啊内底，啊，把这鱼翅烫一下怎啊？顶边甲白白下一寡盐水，加一寡香菇过啊啥？安尼好不好？安尼了解无？来，这百货公司电视台只要行情一模一样啊，2000、2200、2500拢人去卖。来，你摕一只倒落，我上我大家吃。只要唔免互你开2200、2500拢免，我再招待甲伊封起来。来，先几个人过看，我看人过看者。有阵时啊，介绍浪费一寡时间，因为这好物件吼。比如讲，你家己像阮大讲，伊无爱食鱼翅，无爱食鱼翅，咱会当送互你的亲戚朋友。除非讲你若真正无病无欲、无亲无情，你千万这个物件你就莫买啊！哦，你若本身无食鱼翅，佮无亲无情、无病无欲，这个你莫买哦。来，要食鱼翅，规组拢去，莫讲互你开2200、2500，唔免。啊，后壁佫几组，一个很贵。最后三组，我用上俗的介绍，互恁当个好过年。上新客钱的生意，卖2000、1800、1500，全部拢唔免啦，三个了。1000咯，来1000块上面写鱼翅1000块咯，1000块上面写1000块咯，1000块，1000咯，1000块，给一桌等去吃，对家己也好，1000咯，阿公帮我封起，来，帮我封我好，这袂痛，知道无？恁家有人无食牛肉？这红烧牛腩，这用我烧搅拌搅面，一家你调，你甲加糖粉，搁较好食。一包猪肉鱼也白嘛，即摆拢爱35啊，35加35偌济？你要食红烧牛腩嘞，唔免互你开700，唔免互你开500。全部三个招四个，全部四个招5个，5个招6个，这样加200栋的，你先加钱的先赢啊，200咯，来200块咯，200块，来200咯，最后一个无啊，是的，你几个？最后一个无啊，200尔，金币啊，无啊，谢谢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喜欢你了，喜欢看要闹闹起来无？啊，今仔囡仔较奇怪，无人家要甲我点鳕鱼甲鲍鱼哦。你敢袂当摕一张迄汤类互我吼？是的，你摕好啦，是的。你摕一张我吃。你敢有要食肉骨茶？肉骨茶你有人要食无？好，你酸菜遐摕啦，我甲卖卖啊。你若要过年要食年菜，你注意听我讲啊，是的。你即个想我无影，我呾吼，我想我十个人家，我来讲，恁这人家干十个人家会当欢喜尔，10个客人哦，来听哦，这包叫新洲的肉骨茶，又改人一个胡椒排骨，我想十个人家来买一包，恁这有一个人家见面来拢500、600包你买，你要食肉骨茶的人家先买起来，我要先收钱哦，你要食这包我今日当然欢喜。我感觉今日人啊少，可能较晚会穿。先提钱先啊，你莫看上我买买，啊买你若看上买买，你要出手无啊？互恁大家欢喜者，300、500，恁拢甲收起来，拢唔免啦，互恁爽哦。200好我咯，来200块，200块咯，200块，来两个啊，200咯，200块咯，200块咯，好啊无啊，包得过啊，几个？两个啊，
哦，不要休息，卖菜哦。哪弄去？下钱，麻烦手摇去。来，啊，这首歌去，听好啊，全部人家注意听嘞，莫讲话。会太侪侪嘞，我哩月亮花之下电话边开刚无话着，刚无出了，哦无出了，哦。恁敢捌伫外口食过酸菜鸭无？同齐，恁敢捌食过？伊只炸几箱？迄酸菜鸭冻的，即拢免煮，即拢甲用个滚香烧落啊！你甲切一寡姜丝落，搁较好食。滴两只手搁较赞。一点卖讲，互你开三百，开五百，免我全部都存只十点尔，仓库嘛要无啊！即届起去我无卖啊，停产啊，无在调，因为起价我无在调，趁钱啊！一瓶五个人加先加钱先啊，一百咯。最后一届啊，一百块酸菜鸭要食一百咯，收钱一百块。一百块上面就一百块了，酸菜啊，要两包，你家讲啊，以后无这种物件啊。来者啊！起这个价钱，我无法度卖啊，一百了啊，一百块，这内底鸭肉一堆哦，内底鸭肉一堆，我一世人捌卖过讲一百块鸭肉这多啊，最后搁三个一百块上面一百块，一百了啊，包括。三个。是啊，你几个？一个啊，四，好四个。一百了都够你我收啊，我多啊，谢谢了啊，来，来，阿红，你够上面要我出，要我卖的多。拢有啊吼，头前，好啦，好啊，有起来啊。来，阿叔，你叫头前来帮忙一下，别别讲。恁搁有啥物我要卖的无？啥物无？阿叔，你这简单的拢是我害下的吼，咱遐货遐侪着，到人要食乌仔丸，一定是切切酥酥、软软、芳芳，这包咸啊两个，一包百块，两包三包，唔免三百二啊块，二十四粒无你哦，一百了。乌仔丸上面食一百块而已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上面食芋头丸，一百了。哦，够要吃无？一百块落啊！一百，够要吃龙虾，我今日炸龙虾哦，要吃龙虾，甲我讲啊。甜虾、白虾、生食级的迄条彩虹虾，全部拢有啊！一百块要来无？来，够人要吃奶黄包，这顿会找予囡仔孙仔吃。一包十粒，外口找予是粒百，十五块啊，这十粒找予百五，百五加百五偌济？好啦，我买一包送你一包啊，三包落好无？一包要送你三包，敢要赚的啊？这拢无啊吗？好。来啊来啊，啊无安尼啦，七百块送你啊，三百。来边坐啊。安尼无啊。三百坐啊。无啊无啊，包包过。来去集中啊，你有人要保利龙的无？干要保利龙的？收起。来保利龙的只。走，我卖一包你，集中保利龙过来。干人要食烟肠，我是卖只简单萝卜糕吞龙的，我卖袂起来，卖只电动。干人要食萝卜糕，百五落啊。来坐啊。你后壁敢有萝卜糕？无啊。啊、有啊，迄个一箱啦，飞起来啦。即摆几点啊？思想起来无啦，我要开始看家己讲啊。两点四啊，两点四啊是。你讲上晚七点我若无落，若无我就会当好，是吧？萝卜糕过来。多一箱。拢无啊。萝卜糕上面也放好了。你也无啊？飞你在迄个果冻起啊，我蛤蟆在卖啊。搁一份落去啊，萝卜糕搁要食无？放五块尔。春水堂的萝卜糕，拢有啊。放五落去呢。我无甲你收足侪钱，我甲你收百五尔嘞。哦，了收费减啊侪伊啊。三蚊钱啊？你要卖一家伊好无？伊只要一家，再买一家。恁后尾食烟肠，迄大条烟肠，这顿真正咧配蒜头，一条外口真甲爽，百三加百三外块。我无卖鱼啊啦，无卖鱼啊鱼，我卖恁一百块咯。烟肠上面食一百块四十，一百块。来者。一百块俩，这上好食，这免考虑啊，一百块俩，一百块够要食香肠，一百了好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有啊吼，头前啊。来者。头前两个啊。两个啊。恁两个做伙吗？谢谢。来，阿王过来，你卖啥？这唔免遐赚嘞，你唔知叫高档货，别开心啦。就会开始啦，有，来，来，这个零的，这个零的，来一千个，一千个嘛。你鸡后边搁几箱？最后一箱呀。最后一箱。是最后一条。嗯。阿叔来，我来讲，你听我讲话啊。来，我水水啊。来，这包飞机讲起来，人家看。啊，几块拢无卖啦，叫人家看。鲑鱼，你哪都帮我杀头前啊，是的，来，来叫人家看，这花枝卷哦。飞机你知影无？叫人家看。飞机讲这腐皮的花枝卷，这真正的做好食啊！这免钱，做侪人计唔得用钱的。这十条外口只要偌济，250，二啊五加二啊五偌济。哎，恁刚有要食意大利面无？要食意大利面，甲我讲哦。这两下讲也卖500，咱外口免哪免来吃啊？免500，免400，200外了。上面食花枝卷的200块，200块上面吃200块了。
花鸡敢有人要吃无？开两百尔。我一条卖恁十块钱尔，恁有啥物好考虑的？打这两百搁收送好无？来啊，三包啊，三十条花鸡敢唔好搁看落啊？开两百，啥物吃？花枝姐啊。花姐啊。两百落啦。拢有吗？你咋去收？一招。不好意思。四盒吧，两百落啊，多少给我？花姐啊，花姐啊。搁考虑咱来收啊。来两盒。一条卖到从五块，我都考虑啊，小弟也无多，两百块。好，你怎？来边啊，这家这个。什么？可以哦，好啊。小鱼哦，那小鱼够贵个。好食，边啊食。小鱼够贵个，两百，这下就两百三了。大姐，这下就我这边啊。你遐高档，我是上这高，我就帮我集中下嘛，是不？上面花哥啊。有集中，有集中几下不？你集中干么啊？我不是一开始就袂注意啊。分开我看。来嘛，来来来，客气啊，来客气啊，来，搞客气啊，来，是有兴趣的手下去。来，只要三斤半，天少两块只手下去。给人家看，有够甜的拢巴人的啊，给人家看。紧好啊，赶时间啦。啊，我搁兴趣，我搁看。你去现在去同事咧，我想要知哪边啥物事，你叫人去看。不要白，退兵就当吃啦。即卖若没疫情，我全部拢互你吃啦，我保证吃，你就买啊。我你讲吃，大家嘛好多噶。两下哦，阿个啥？我无钱去吃日式料。遐我当然非常无。来，想要吃甜虾是袂个？啥物事啊？有人有要吃无？来，我安看，听好啊，搁起起，甜虾搁起起。你们。